大家好，我是一两班的一号风。今次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喜欢的楼计式。楼计式是1974年由一位在匈牙利的教授发明的，一直都很受欢迎啊。楼计式英文叫做 Rubik's Cube， 在中国大家就叫它做魔方，在台湾就叫它做魔术方块。楼计式有很多款的，有2×2是这样的，3×3是这样的，还有4×4、5×5、6×6、7×7、8×8、9×9那些都有的。是的，爸爸送了第一个楼计式给我。后来爸爸和我在网上找到一些简单的步骤和公式之后，我就成功还原楼计式了。好，现在等我就示范一下。完成啦！楼计式除了好玩之外，还可以训练左右脑协调，提升专注力。喜欢玩楼计式的同学，快点找我一起玩啦！多谢大家，拜拜。